氢氧化钙俗称氢氧化钙俗称熟石灰或硝石灰，是无机化合物，化学式 CaOH2。 氢氧化钙是一种白色粉末状固体，加入水后呈上下两层，上层水溶液称作澄清石灰水，下层悬浊液称作石灰乳或石灰浆。氢氧化钙的用途非常广泛，其优质品主要用于生产环氧氯丙烷、环氧丙烷，也可做生产碳酸钙的原料，可用在橡胶、石油化工添加剂中，也用于制取漂白粉、漂粉精、消毒剂、制酸剂、收敛剂、硬水软化剂等。氢氧化钙粉尘或悬浮液滴对黏膜有刺激作用，能引起喷嚏和咳嗽。人体过量服食和吸收氢氧化钙会导致有危险的症状。